平定天下。 扬帆起航，扫平天下，准备伏击。 准备行动。 我们奋勇杀敌，但仍心怀荣耀。遇事三思，其志可现。 在我，谁敢不服？欲成大业，必先有立足之地。 又是你这厮！
我方同意了。我不会与你为敌的。此次会晤成果颇丰。平息战乱。
真是浪费时间。智取胜于强攻，看押他们只能放了吧，无法为我军所用。起勇气，杀！缜密谋划，方可取胜。看押他们，只能我等非蛮夷。很高兴与你见面。
方同意了。很高兴与你见面。圣善，天下统一又进一步，放了他们。战争也是终结乱世的一种办法。此城甚善，先收下了。
所谓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。汉室危在旦夕，各路诸侯或是临危受命，或是趁此乱世争权夺利，群雄四起，刀兵相见。如今海内混乱，只有一条真理能立足乱世，天下的命运将由战争来决断。我等耐性有限。
如你所愿。武器，谨遵命令，还是有些用处的。大人有何打算？留情，奉天下。无
吾之妙计算无一策，占领此城乃是谨慎之举。吾等耐性有限，我们再听。足下所提，实令我等佩服。别来无恙啊。耐心才会有所收获。你会看到这其中的智慧。你能看到利益所在，我心甚慰。
命在此。内心。每打赢一场，天下就安定一分。我至此城，必使之日益殷实。敌军。